修远，你等等我。干什么？你去哪里？回家呀，一起。不去数学老师办公室了吗？不去了，跟你一起回家。 赵遥远，让开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谁呀、啊？总得来别拦我！不行！哎呀，你快让我过去！你不是来打架的？不是啊。那你跑这么快，你还冲过来？我快拉出来了，憋不住了！你们挡在我面前，怎么过？哎呀，谭瑞康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 没什么，我之前就想问问，你挎包里究竟装了什么？怎么这几天你一直背着，形影不离的？就是课本还有练习题啊，你都知道的。是吗？我看，哎，真没什么。哎，小雨，你别抢啊！给我！你看那边，给我看！小雨，就那么抱上了。别人都看不到，看我三百一十。 我又没干，是的，小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不知道你会踩过脚，我没站稳啊。这么响，还说没撞上？这铁棍，对不起啊，我怕你会被人欺负。是因为上次的事吗？ 哥没有保护好你，有了这个，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所以，这几天你一直黏着我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嗯。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欺负？这个以后别带了。可是，要真把人打死了，我才不给你送牢饭。 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好。回来了。嗯。哎，瑞康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看看。铁棍。你们拿这干嘛？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最近外面不太安全，带着防身的。 这几天一直带着，铁棍我没收了，以后不能带了啊，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顾章，对不起。爸，你就别说他了。怎么？小远之前被人欺负了？对，之前有过。没有的事，谁敢欺负我呀？以后遇到有什么事儿，跟爸说。知道了。